莉和 Ruby 把钓鱼线绑在头上，是流行还是发疯？哎呀，我的头！你看我们有点不合哎。颠覆你对桌游的想象，原来可以这么好玩。你看它上面有多漂亮，多漂亮，像不像那个烤布丁？可是它很好喝哎。周日中午12:30带你吃遍玩遍大台北，明视 GO GO 捷运。